Thank you.
极导经，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为世人取法谦逊的榜样，令我们的救主取了人性，接受十字架的苦行，求你使我们福音基督坚忍的教训，分享他复活的恩惠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恭读以撒意亚先知书。我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易于受教的口舌，使我到时候以言语援助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清晨唤醒我，使我像学徒一样细听。我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，我没有违抗，也没有退避。我将自己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，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。面对侮辱和唾污，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，因为我主上主援助我，所以我不以为耻。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，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辱入。上主的圣言。
恭读《圣保禄中徒至腓立伯人书》。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，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，反而空虚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体，降生成人，与人相似，形体上完全与人一样，他自谦自卑，服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，天主高高举扬了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号，超越一切名号，使天上、人间和地下的一切，一听耶稣的名号，都屈膝叩拜。众口同声，都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以光荣天主圣父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请看经本有括弧的111页。恭读圣马古所记无主耶稣基督受难时。月节和无酵节的前两天，司祭长和经师设法要用什么诡计逮捕耶稣，把他杀害。但是他们说，不要在清洁下手，免得民间发生暴动。耶稣在伯大尼赖病人西满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女人，拿着一玉瓶珍贵的存纳尔多香叶，她打破玉瓶，把香叶倒在耶稣头上。有些人很不满意，彼此说，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衣呢？这香衣可以卖300多块银钱，用来救济穷人。他们对那女人发怒，耶稣却说，有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，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，只要你们愿意，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行善。然而，你们跟我在一起的机会不多了。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，他提前用香液涂抹了我的身体，是为了我的安葬做准备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将来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什么地方，都会有人传送他今天所做的事来纪念他。于是
那十二门徒之一的伊斯加略人犹达斯去见司祭长，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听了以后不甚欣喜，答应付给他银钱，他就找机会出卖耶稣。无酵节的第一天，就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，门徒问耶稣说：你愿意我们到哪里去为你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？耶稣就派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：你们到城里去，必有一个人拿着水缸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走，他无论进入哪一家，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：老实问，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？他必指给你们楼上一间布置好的广大餐厅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准备吧。门徒就出去进了城，所遇见的果然和耶稣所说的一样，他们就准备了逾越节的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同十二门徒来了，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，他现在正和我一起吃饭。他们就都很忧闷，一个一个的真问耶稣说：是我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是你们这十二个人当中的一个，就是同我一起伸手到盘子里的那一个。正如经上所说的，人子固然要离开世界，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个人却是有过的。如果他没有出生，为他更好。吃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感谢了，把饼分开，递给门徒说：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然后又拿起杯来，感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：这是我的血，新约的血，为大众所倾流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，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了。他们唱完了赞美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，我要打击牧人，羊群就要失散。但是我复活以后，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亚去。我躲对他说：即便其他的人都要跌倒，我也不会。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我躲更加激烈地说：即使我必须跟你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众人也都这样说了。他们来到一个名叫哥泽马尼的庄园里，耶稣对门徒说：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。他带了伯多、雅各和若望同去，就感到惊惧苦闷，便对他们说：我的心灵悲伤的要死，你们留在这里也要警醒着。
耶稣往前走了不远，就俯伏在地祈祷，如果可能使他不要经历这个时刻，他说：阿爸父啊，你凡事都能做，请你给我免去这苦杯吧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要照你的旨意。耶稣回来看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伯多说：西门，你还在睡觉吗？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？警醒祈祷吧，免得陷入诱惑。你们的心灵虽然豪爽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耶稣又去祈祷，说了同样的话。他又回来看见门徒仍然在睡觉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十分沉重，也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他。他第三次回来对他们说：你们还在睡吗？还在安息吗？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来人子就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去吧。看来那出卖我的人已经来了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十二门徒之一的犹达斯就来到了，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群带着刀剑棍棒的人，那是司祭长、经师和长老派来的。出卖耶稣那人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我口亲谁，谁就是，你们捉住他，小心带去。犹达斯一来到，并立刻到耶稣跟前说：老师，就口亲了他。他们就动手抓住耶稣，站在旁边的人当中有一个拔出剑来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，削下了他的一只耳朵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带着刀剑捆绑出来捉拿我，就像对付强盗一样。我天天在你们当中，在圣殿里教训人，你们没有抓捕我，但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那时有一个少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着耶稣，众人也抓住了他，他就丢下麻布赤身逃走了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司祭那儿，所有的司祭长、长老和经师也都聚集在那儿。伯多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司祭的宅院里面，同差役们坐在一起烤火取暖。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都寻找证据控告耶稣，要把他处死，却找不到任何证据。有许多人出面诬告他，但他们的证据各不相符。有几个人站起来做伪证控告他，说：我们听他说过，我要拆毁这座用人手所建造的圣殿，三天之内要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创造的圣殿。就连这个证据他们也不一致。于是大司祭站起来走到中间问耶稣说：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事，
你为什么不回答呢？耶稣却不作声，什么也不回答。大司祭又问他说，你是那位因受葬送者的儿子墨西亚吗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你们将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，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。大司祭就撕裂衣服说，还需要什么证人呢？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，你们看该怎样处置呢？众人都判定他该死，有些人就向他吐唾沫，蒙住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也用巴掌打他。伯多在下边院子里时，有大司祭的一个使女走过来，看见伯多在烤火，就注视着他说，你和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也是一伙的。伯多却否认说，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他就走出去，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那使女看见他，又对站在旁边的人说，这个人也是他们的一伙的。伯多又否认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站在旁边的人也对伯多说，你真的是他们一伙的，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亚人啊。伯多就开始赌咒发誓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立刻鸡就叫了第二遍。伯多于是想起耶稣对他说过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放声大哭起来。到了清晨，司祭长、长老及经师们和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，就把耶稣绑起来，押去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司祭长控告了他许多事。比拉多又问他说，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耶稣还是一言不发，使比拉多大为惊奇。每逢这个节日，总督照例要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。当时正有一个囚犯名叫巴拉巴，和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囚禁在一起。群众上去要求总督原力给他们办理。比拉多问他们说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国王吗？他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押送来的，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，您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。比拉多又对他们说，那么你们所称呼的这位犹太人的国王，我该怎么处置呢？他们就喊说，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更加大声喊叫，
比拉多有意讨好群众，就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，把耶稣鞭打了以后，就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的院子里，集合了全队兵士，给耶稣穿上紫红袍，又编了一顶刺冠给他戴上，就向他致敬说：“犹太人的国王万岁！”然后用一颗芦苇打他的头，向他吐唾沫，屈膝朝拜他。他们戏弄完了，就脱下他的紫红袍，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带他出去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有一个基勒乃人西满，就是亚历山大和鲁父的父亲，他从乡下来，路过那儿，兵士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哥尔哥达地方，意思是骷髅地，就拿没药调和的酒给他喝，他没有接受。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又把他的衣服分开，大家抽签看谁得到什么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正是上午9点钟。他的罪状牌上写的是犹太人的国王。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两个强盗，一个在右，一个在左。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，他被列于罪犯中间。路过的人都侮辱他，摇着头说：“司祭长和经师也同样讥笑他，彼此说：“你那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骂他。”到了中午，黑暗笼罩了大地，直到下午3点钟。这时耶稣大声呼号：“厄罗伊，厄罗伊，拉玛撒巴各大尼。”意思是说：“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”旁边有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看啊，他在呼唤俄利亚呢。”有一个人就跑过去，拿了一块海绵浸满了醋，插在一根芦苇上，递给他喝，说：“等一等，让我们看看俄利亚来不来救他。”耶稣大喊一声就断了气。请跪下。请起立。
圣所里的帐幔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站在他对面的百夫长看见了耶稣这样断了气，就说：这个人真是天主子。还有一些妇女从远处观看，其中有玛丽、德莲、肖雅各和若瑟的母亲玛丽，以及萨罗美。他们当耶稣在加里勒雅的时候，就跟随着他，服侍他。此外，还有许多和耶稣一同来耶路撒冷的妇女。到了傍晚，因为是预备日，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，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人若瑟，他是一位显贵的议员，一向期待着天国的来临。他大胆地去见比拉多，请求领取耶稣的遗体。比拉多听说耶稣已经死了，非常惊奇，就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是不是已经死了很久。他从百夫长口中得到了实情，就把尸体给了若瑟。若瑟买了殓布，把耶稣取下来，用殓布裹好，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，然后把一块大石头滚过来堵住墓园。那时玛丽德莲和若瑟的母亲玛丽都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。请坐下。在非洲加纳一个国家，他们国家的首都 Accra， 在我们那边有圣言会的神父们在那边工作。那这位神父他就跟我分享说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教堂，很大的教堂，教堂外面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广告牌，那广告牌写的是什么呢？写的停止痛苦吧，停止痛苦吧，不要再受苦了。其实这个广告牌就告诉路过的人说，如果你们现在在痛苦当中，你们就来加入我们这个教会，你们加入我们的教会，你们就免受苦了。我们在教会很久，我们真的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真的免苦了吗？听起来好像这个教会告诉人的，我们要接受的耶稣就是没有十字架的耶稣，我们要接受的就是行奇迹的耶稣，让我们开心就够了。但是我们的救恩，我们的救恩它与痛苦是连接在一起，救恩是与痛苦连接在一起。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，从读经一也好，读经一是受苦的仆人，他为了带领人走向正道，他受了许多的苦，即便他受苦，他坚持到最后。在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是耶稣受苦，
许多人站在耶稣面前当作耶稣的敌人，他的门徒们跑得光光，犹太人要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比拉多为了他的面子也讨好他们。在场的有一个加利利人的西马，他也很不甘心的帮助耶稣背这个十字架。他背定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耶稣一生最孤独的一个，只有远远的有一些妇女们看着，连耶稣自己的朋友们，他的门徒也跑得光光，伯多禄也诅咒说他不认耶稣。耶稣受尽了苦，但是这个苦为了带救恩给我们，我们无法拒绝有十字架的耶稣，我们无法只接受行奇迹的耶稣，因为苦跟救恩连接在一起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免不了会受苦，我们要坚持，这个是我们的主已经走过的路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宣誓我们的信仰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无论有形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，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事之前有圣父所生，他是独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，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性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从天降下，他因圣神有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，成为人。他在同学比拉多执政时，为我们跪地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。他正如圣经所载，第三日复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。他还要光顾的将来审判我们。神国万事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独体独一生命者。有圣父圣子所共化，他和圣父圣子同受其宠，同享光荣。他整借先生们发言，我信唯一至圣之公，从中土传下来的教会。我承认是罪的圣洗只有一个，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基督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，准备战胜死亡和地狱，我们一心一意地祈祷。请为教会的所有牧者祈祷，求主使各地教会的牧者都能施法基督融进耶路撒冷时的谦卑行动，为天主子民虔诚服务，将一切光荣归于天主。我们同心合意祈祷，求主福音我们。请为政府各级首长祈祷，
求主使他们都能放弃追求名利的心态，学习基督服务及仁爱的榜样，按天主的智慧为国家效劳，为民众服务。我们同心合意祈祷，求主福音来。请为所有受政权迫害以及受不公平审讯的人祈祷，求主使他们在基督身上找到力量，也使他们的牺牲在主前结出诚意的果实。我们同心合意祈祷，求主福音我们。请为本堂区所有的信友祈祷，求主使我们效法基督，在受苦中常依赖天主，顺服天主，努力做一个成全的人。我们同心合意祈祷，求主福音我们。天主，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善用从你得来的力量，克服世上的一切苦难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
请大家祈祷万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天主，求你因你圣子的苦难宽恕我们的罪过。我们的行为虽然不配，但愿我们依靠你的仁慈，并借你圣子的祭献能与你同归于好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Amen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借着我们的主基督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必能使人得救。基督清白无罪，却甘愿为罪人受苦，代犯人受刑，他的死亡除去了我们的罪污，他的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，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赞美你，向你高歌赞颂，不停地欢呼。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，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，基督从死中复活的日子，你高举他，使他坐在你的右边，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，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，感谢了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”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停留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”新的标记，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酒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不是的教会，是你的子民，协动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。我们的主教多马斯，
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重任区往上，求你也催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催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相见荧光会的圣容，求你催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真荣父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、圣若瑟、诸圣宗徒，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，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喜量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，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都归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遵守他的教导，才敢说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传给你们，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，你是天主永生永望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。
请看除免是罪责，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。
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我们饱享了你的圣宴，你借你圣者的死亡，以使我们对所相信的永生有了确切的希望。恳求你赏赐我们，因他的复活也能到达我们向往的天乡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现在让我们一起为全国圣体大会祈祷，请跪下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是自天而降的生命之粮，求你垂顾敬畏的子民。今天我们再次称颂、敬拜及赞美你。当你聚集我们围绕你的拯救，以你的身体来喂养我们时，你帮助我们克服一切分裂、仇恨。祈求你快遣爱的圣神，好使我们能走在爱、和平、对话及宽恕的道路上，广大和平治愈世界的创伤。阿门。堂区报告，请神父们复位，教友们请坐。教友平安，今天谢谢为我们处理的许达士神父，还有我们博神父以及刘强执事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神父带领我们进入耶路撒冷圣城，接下来的一周，我们陪伴耶稣的日子，圣周四、圣周五、圣周六都是晚上八点钟。另外特别的是，圣周五的下午2:30。有特别的默想苦路。耶稣复活节当天是早上9:00弥撒，下礼拜下个主日就是早上9:00弥撒。这一个礼拜之内的圣周四、圣周五、圣周六当天早上没有弥撒，圣周四、五、六当天早上没有弥撒。耶稣复活节的礼拜六，就是下个礼拜六晚上也没有弥撒。抱歉，下礼拜六晚上有弥撒，是主日礼拜天下午的弥撒暂停一次。好，今年的台北总教区天主慈悲主日庆典，地点定在我们圣三堂，时间是4月7号复活期第二主日，从下午3:30开始民工升体，最后4:30的时候，宗总主教为我们主礼弥撒。天主慈悲主日感恩祭典当天下午，有新店更新医院特别提供免费的健康医疗及咨询服务。今年慕道班每周五下午2:30的慕道班持续开课中，有您的教育您的亲朋好友有意愿的话，随时可以来向神父报名参加周五下午的慕道班。另外，去年4月开课的慕道者将于礼拜六灵洗。另外，今年的4月28号将开始下一期的许达士神父为我们带领的圣言幸福快乐慕道班，4月28号开始，时间也是每周日上午的10:00。再来，台北总教区公署的清明节追思弥撒时间是4月5号开始到4月14号，分别在三德墓园、大直墓园、八分寮墓园以及金宝山慈恩园，各位教友可以抽空参加。
以上堂区报告完毕。现在让我们俯首接受天主的教诲。慈悲的天主圣父，因他独生子的苦难，赐给了你们爱乐的典范。愿你们借着爱慕天主、服务众人，获得他不可言喻的降福，满受恩宠。阿门。你们相信基督通过了死亡，永远摧毁了死亡。愿他赐给你们永生。他为了我们谦卑之下，愿你们施法他的榜样，分享他的复活。阿们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我们欢喜地去传播福音吧。